呢度雷丁 Reading 呢間 Oracle 商場喺呢度出名 ，Oracle 係出名嘅科網公司、網絡公司舊骨文。舊骨文出名請 sales 人工係高人嚟好多嘅，但係就好似整保險經紀一樣，鬧到你趴喺度，你要做一啲成績出嚟，因為公司出名，你只不過光公司賣個名嘅啫，所以就要求都好高嘅，但係人工又會比人高。呢个雷丁市中心嘅写字楼区啊，喺度放租。呢个教堂个尖顶嗰度咧，就系华人嘅基督教堂嚟嘅，即系证明雷丁都好多华人喺度住嘅。呢度系雷丁 Reading Oracle 商场后面嗰条河流，咁而家假期星期日咧就好静，啲人未起身，商铺亦都未开，因为有啲洋楼、楼树。Reading 喺伦敦揸车过嚟一个钟头多啲。呢度雷丁市中心河边嘅住宅区，离 Oracle 嗰个商场好近嘅啫。